亲菩萨跟无着菩萨是兄弟，无着菩萨一直是修大乘法的，天亲菩萨最初还学小乘，最后我听了无着菩萨的教敕以后，教诲以后，他回心啊，回光啊，学大乘法，当时啊发了惭愧心，甚至要割舌，因为他过去知道说小乘法违背这个佛性，割舌。无着菩萨就劝他说，你不如就是发愿生生世世弘扬大乘，何必要自残于身体。所以天亲菩萨后来也就是大乘宗门里面的这个大论师啊，从此以后就是变成了在中国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里面，他是所有一切道理里面啊，对后代的所有一切学人跟学子有非常深的影响的啊一个祖师啊。但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天亲又叫世亲，世界的世，天亲，天就是一大线前处，一大线前处就像刚刚讲镜子一样，你最初看到就是小，就是种种差别小相，那个世叫交替，就是这个一大线前那个交替之中，所以最初看的都是小相。但是事实上就是在最初看到这些小相时，你懂得回心处，因为小相都宛然都明白，但是就在这么小相宛然时懂得回心处，叫做大乘，真大乘。所以世亲菩萨就天亲菩萨直接到弥勒净土，那真的叫大乘。因为弥勒净土也是讲到意识的是世心，世心流出时就是个别的差别，那叫小吗？你只知道个别，他说小法，他这么样多的个别差别，其实就是一体的根本的世心三昧，那叫大嘛。你于小于大，再大再小，在一体之中看到的交替，在一切交替之中慢慢明白的这个一体，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弥勒净土。你已经在弥勒净土中，你在修弥勒净土法门，叫世心三昧。所以弥勒永远就在山门口，你越过门槛就是小感受随缘的小相，但是这个小相从来没有离开过弥勒，弥勒本来称性的本来的心性中的智慧，所以永远微笑。但你以为在小相叫流转吗？你以为受尽种种在意念上的种种趋避苦恼吗？都是妄念而已。当你回来时再跨过门槛，你只要认得决心中这个门槛，看到原来根本都是一个一体的世心三昧时，你马上就能看到弥勒后面的大雄了，大雄宝殿。那所以那叫补佛，他就在那边，就在一切感受的门槛之中，念念为你增上，看到就是释迦的庄严，那叫补处。你看得到那念种子吗？看得到，你就是念念为你增上补处。所以世亲菩萨讲，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这本来就是那个法界嘛，法界上面就是觉心之中必定随缘，那就是法。虽然能够现出那个小相，也是觉心必定随缘的法相。法中随缘时，似乎就能够起成差别，但是起成差别的那个法从来没有差别，你知道吗？过去可能这样的讲你可能永远听不懂，到现在很多人都说听不懂是自然讲的，但是这些道理这些逻辑你都搞不清楚，你什么时候才开始下手学佛？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你贯穿教理啊？你不知道那个法能现出差别的时候，那是不是法？是啊。当你能明白如是那个差别法时，那个法性是永远无差的，你知道吗？镜子能够随缘，我们用法这个字来表示好了，你叫随缘现色，我们叫法一切色，随缘法于黑，随缘法于白。因为那镜子能够法于黑故，法于白故，于是乎就有黑法白法，对吧？没有这个法于黑，你怎么会后面有黑的法，后面有白的法呢？是因为镜子它能法于黑，所以在镜体上才看到黑的法。
所以反过来说，你看到黑的法的时候，就其实就是你根本境体能法于黑的这个法。这个法是黑吗？从来不是黑，是白吗？它从来不是白，那它就是法性。但是这个法性现前时，它能够随缘为你成就一切差别，那叫法界。但是这个界，你也不要认为说一定现出差别才有那个界，它是本来就具足能界的这个界分，这个界的德，因为它能界，所以黑来时它就把你界开。叫黑，揭白来时，他把你揭开，叫白，分得清清楚楚，叫揭开，分不清楚叫觉吗？但是能够揭开的这个揭，请问你是哪个揭？听得懂吗？这个要辨析的，是平等真法界啊。那平等真法界时，你刻意还要再想到黑跟白平等吗？不是啊，就是能够揭开，能够现出种种差别处，就是真平等嘛。你永远要知道佛门中的道理啊！你要不平等，你还不能够知道差别了。你在差别怎么知道差别？你明白差别，是因为你能觉得差别，那个是从来不变的平等。所以你要真正知道明白差别是从来不变的平等，你就不会堕在差别，在寻求它无差嘛。所以你在这个差别之中，你就会解释什么缘故有差，什么在差中什么缘故它会现什么相，它会起成什么作用，它会成为什么样的彼此的对待，不同的对待，你都知道嘛。但是你是在心中根本无差的，根本心中的智慧解读这些差时，这些万差时呢？这些万差全程你的智慧利用，所以你不必结鹤，结鹤的腿去续接上扶，就是短腿鸭，接到它的脚，两个弄得一样高，那你说现在没有这种事情吗？多了，佛门之中讲男女平等，就是这个结合虚浮。你躲在后面的执着，我是女人，想要跟男人平等，你将来生生世世都是女人呐、啊？不可能吧？搞不好做狗做猫，还六道轮回了。你不知道那个女人像是妄想吗？你需要抓着梦中的妄想，想要在梦里面跟另外一个妄想求得平等吗？你不知道会堕在如是不平等，就是堕在梦中起真如是差别业吗？为什么堕在梦中？明明是一体的平等，你不认，你就认那差别，就如同梦中嘛，只是抓着末梢的差别嘛。它不但不能成为你的力量跟作用，它反而变成你现在的执着跟障碍，念念心中难以平衡的暗障。要真能如是知道时，那女人呢，就算堕在不平等中，她要知道，因为过去造如是业故堕女人身，因为背离觉体故堕女人身。今天你到底是要在女人今生的如梦如幻无常的女人身中跟别人征求平等，还是你假借这个无常短暂的生命，仅有的生命，你找见你本来面目？将来生生世世，你处在一切世界，现男现女都是大平等，那叫大菩萨。